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是我们戏迷晚上的热心观众，他们是直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消积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梦祥银带出好运来，中国纯银知名品牌，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全国各地的加盟商朋友们，安阳三叉神经医院的朋友们，再一次掌声欢迎大家。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走进我们今天晚上比赛的三位评委老师，他们是豫剧名家孟祥林老师，欢迎您。黄梅戏名家吴炯老师，欢迎您。梨园春栏目导演李维迪老师，欢迎三位。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晚第一组对阵选手。死啊哥娘，谁说你
现在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在生活当中这个戏曲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分量。我现在是不管干什么我都想哼几句。不管干什么对都想唱几句。都想唱几句。哎，那这不是巧了吗？啊，我身边这个梁霄啊，人送外号戏痴。哎，干什么我们也唱。接下来考验考验好吧。好，我们了解了解哈。嗯，咱们就想想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场景。对对，做饭。做饭怎么唱的时候要唱戏吗？唱啊。儿媳我厨房去做饭，看见了米面，想起了人。哎呀，这还能做成饭吗？咱做饭唱不唱啊？我做饭唱，我端饭还唱。端饭咱唱哪一段啊？烧铁煮了行，这是做饭哈。嗯，这是端饭。要洗衣裳呢。小气我，小气我洗衣到河边。哎呀，我们这个洗衣服咱唱什么？我也唱呀。嗯，月下洗熬长夜。还有什么？接下来再考一个。带娃儿的时候。带娃，带娃也唱啊。带娃也唱，怎么唱啊？唱那个三娘教子吧。你要不要给我配个戏？我演。演我儿子吧。演娃吧，演娃呀。中。娘，我饿了。多饭吃饭。咱带孩子的时候唱哪段啊？那这个我唱不了。为什么呀？没有孩儿啊。哦，咱还没有呢。那咱这样，咱换一个对象啊。你应该经常陪伴妈妈一起听戏。对。啊，那你给妈妈唱什么呢？那你就给我配个戏吧。好，你这个可以。妈呀妈，你消消气，我求求你。哎呀，乖，吃啥买啥啊。假如说没什么事儿，很轻松，我们去溜达溜达，逛逛街。我俩要是一起逛街也会唱。唱什么？那来来试试看。姐，走吧。
这样唱着戏牵着手去逛街，那这回头率可是杠杠的呀，是不是？对啊，你看看戏曲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得到，给我们增加了趣味，增加了欢乐。好，我们请三位评委老师来针对他们两位的表演来进行一下点评。我挺喜欢这个郝丽冉的，她今天唱出了一份乐感啊，就在音乐里面输入了他自己的情感，所以也打动了我们的观众。如果说要有一点点小的建议的话，就是说在该放的时候，我还希望他的情绪能够放得更多一点，现在输得稍微多了一点，放呢稍微少了一些，我觉得在这一点以后还可以再加强。这个量小啊，你这个演唱啊，包括你这个声音啊，跟那个发声啊，包括这个情感还是不足，声音有点飘，对不对？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李然呢，他这个演唱起来，你没看，包括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都非常规范。郝丽然呢，你在每一句的最后这个字儿收的时候有点散了，就没有说形成一个点打出去，让它更有张力。梁霄呢，这一段戏相对来说平了一点，从头到尾都是基本上那样一个旋律，越是同一个旋律同一个节奏的话，你更应该去仔细的揣摩每一句的意思，只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形成个抑扬顿挫，大家听得不烦。好，接下来是到了打分的环节了，现场的所有的500位大众评审，大家做好准备，首先来为郝丽然打分，请打分。399分。那么接下来呢，请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我们来为这一组的2号选手梁霄打分，请打分。梁霄获得366分。好，这是观众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三位专家评委，孟祥丽老师，您的50分会投给谁？支持郝丽然，加上50分。吴琼老师，郝丽然，加上50分。李维迪评委，郝丽然再得50分。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最终的成绩，梁霄366分，郝丽然549分。祝贺祝贺郝丽然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下都来自安阳，年龄相当，高低胖瘦还差不多，而且呢还带着强大的助威团。是吗？这么巧。那我先问问我旁边这位王翠丽，你带着谁来的？老公。带着老公来的。若男，你的亲友团一直喊老公。哎呦，巧了嘿。老乡很有默契啊。太有默契了。老乡带老公，有请吧。来，有请两位老公。两位老公先站到那边，别动啊，别动，别动。好，来来来，不许动。我们让现场观众，尤其是评委老师先猜一猜，你们觉得台上谁和谁是一对儿？哎呦，这可要擦亮眼睛啊！来，吴琼老师，你素以大胆著称，大胆猜一下。第一个上来的跟第一个，第二个上来的跟第二个。来，那我问问观众意见，同意吗？谁和谁是一对儿？王翠丽的老公是哪位？同意高个的举手。高个的举手。啊，高个是王翠丽的老公是吧？我问一下哈，这高个的，刚才有观众说你媳妇是王翠丽，你同意吗？我不同意。那么低个的，他媳妇是王翠丽，你同意吗？我不同意。摸不动你，想打你知道吗？来吧，两位老公站到你们媳妇身边来吧。来问一下两位老公哈，都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拉板胡的。哎，问问若男的老公，你是干什么的？死姑。哎呀，哎呦，所以你看哈，今天这一对老乡的阵容是旗鼓相当啊。没错啊。先讲讲你们这一对的戏曲情缘吧。两位谁追的谁？他追的我。没毛病，你看这回答多快。你媳妇儿身上哪些特点让你最欣赏最喜欢？我喜欢她仨。哎呀妈，我觉得你说这话你有点傻。哪有说自己喜欢自己媳妇儿傻的？可爱的傻。可爱。嗯，憨厚。对对，就是那种傻。怎么个可爱法啊？你给大家说说。就是俺都是干民营剧团的嘛，我是干乐队的嘛，演出完我就先回主持了，他在后面收拾他自己的东西。哦。然后回主持了一会儿，他给我打电话了，说喂，在那个主持地方在那儿的呀，那舞台就离那个主持就不到500米。不到500米。啊，就演一场戏就忘了。然后我就回去把他接过来，差点把他给弄丢。那在家里呢？在家里也是这样吗？这是出来演出？咱就打个比方来说，那个做饭嘛，人家听人家那个切菜音都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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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切的。他切菜的声音那个当当当。听着都是那个音儿，听着心里都难受。你是嫌他干活慢是吧？干活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炒菜的时候，菜切好了，人家下锅的时候，把那菜下锅的时候是很自然。油一热，把菜倒进去。啊，很自然。嗯，他就那个烟儿，就这样离锅这么远。啥意思？怕。啊，怕油溅到他身上。怕喷到身上。然后往下一倒，哗一下。我的天哪！你这不是炒菜，你这敢点花炮是吧？他这么说你是这样的吗？是真的。你真憨厚。那有没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没那么傻，让你觉得很敬佩的地方？他在那个戏剧的这个道路上比我开窍，同样学一样东西吧，他听几遍就会了，我这都靠死记硬背。平常就是我们就是我出去办点啥事吧，然后他都在家都教好我，这个事出去该这个事该怎么办，这话该咋解说。哎呦，接人待物还能给你指导呢。你看看，所以说这媳妇儿是大智慧，虽然生活当中有点慢条斯理，但是人家在大方向上你看拿得很准。对对对，这是女主外男主内啊，中国好家庭，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都听明白了哈，刚才这个翠丽的老公说自己老婆傻，实际上啊是向老婆表白，说你在我心中啊那就是傻的可爱哦。哎，就是他的智慧的男人就是他。来吧，说说我们这一对儿哈，若男和你老公是一见钟情吗？的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啊，就是迈向幸福婚姻的第一步。只是因为那个结婚之后又有了什么新的发展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是属于骗婚的。你这剧情反转太快了，什么情况啊？那个时候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想啥不查啥的。他跟你说多大？他跟我说比我小一岁就。然后呢？然后结了婚之后，哎，就是吵架。吵架，然后俺老公就全家说，哎呀你别给他吵了，你不知道他比你小好几岁，比你小四岁，你让着他干吧。你眼中你老婆什么形象？女汉子。女汉子。感觉到了哈，
这个说话快人快语，平常生活中一定是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还有这敲边鼓的。其实，在爱情面前，年龄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哈。是的。而且你们俩还真是那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怎么讲呢？两个人都是出生在戏曲之家。我们先问问若男，你们家和这个剧团有关的从事戏曲工作的，你算过没有多少口人？就是俺爸俺妈俺兄弟俺妹妹俺叔俺大爷还有俺叔伯嫂还有俺那个有看着一把手都数不完了，大概就有17个吧。哇，那咱们再问问这个若男的老公，你们家有多少人在剧团工作？30多个。30多个，他们两人的结合啊，就是组建这个大剧团啊。你想哈、一个司鼓，一个唱戏啊、那演出应该经常都在一起了。从谈恋爱到现在没有分开过。哎呀，好幸福啊。啊，老公有没有夸赞过老婆唱戏唱得好？有夸过你吗？没有。你为什么不夸过他呢？我怕他骄傲。那你有没有夸过你老公这个鼓打得好？他不夸我，我咋夸他呀？欢喜小冤家哈。行，平常哈不夸也就算了，今天这个场合我觉得两位老公非常有必要开开金口了。对，哎，打擂呀，不要吝赞美之词。哎，你们听过老公唱戏吗？没有。想不想听老公唱戏？想。敢不敢听他唱戏啊？不敢，害怕。唱出来啥味儿啊？敢不敢给老婆合唱一段？有勇气吗？为了老婆打擂，我豁出去了。中。中，你呢？我也豁出去了。叫上劲儿了哈。咱们唱什么呢？我看见吴琼平，我就想到了。你看，两个人都是剧团的，是吧？那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太应景了。来来来，掌声走起。青山带笑颜，随手撕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你我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刚才看着我就想乐哈，这位董永先生直得像个木棍一样，不敢看媳妇儿，更不敢拉媳妇的手。这位董永厉害呀，你那花哪是插在头上啊，直接杵在头上啊。哎，但是还是我们被温暖到了哈，真是这个比翼双飞哈，祝你们恩恩爱爱。接下来哈就到了点评打分的时间了。翠丽哈，翠丽唱的这个泪洒相思地吧，在那个吐字上啊不够那么让人很清晰的就能听清楚，这个稍微弱一点。王翠丽来说，可能就是中间有几句我想特别说一下，就是那个在这一段中有几个排比句嘛，我为他我为他我为他，对吧？这几个排比句你一定要区分开，因为他们每一句的词不一样，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情绪也不一样。若男呢，你的声音稍微有点刻意的靠后了，一直到最后两句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状态才过来。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位置再稍微往上顶一点点，力音出来一点点，我觉得会更好。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为我们的两位女将来投票。那么首先为我们的1号选手王翠丽，来，各位请投票。王翠丽得到了407票。好，接下来我们请现场观众为2号选手李若男投票，请打分。
正为李若男打了421分。接下来我们请三位评委来表决梦想里评委，你的选择是李若男，为李若男加上50分。无穷评委李若男，再为李若男加上50分。李维迪评委王翠丽，看一下两位选手最后得分情况，王翠丽457分，李若男521分，我们恭喜李若男晋级。今天通过打擂又认识了一个好老乡、好姐妹，是吧？对对，这也是个很好的收获啊。啊，是之前我俺不认识，对，来到咱梨园春舞台上啊，又认识了一个老乡，而且还是唱的真好一个老乡。哎，对你老公今天有没有说，如果你打擂成功了，会怎么给你庆祝一下啊？吃火锅回家。啊，吃火锅，那是不是得带着老乡啊？对对对，带着老乡一起。行了，你的火锅走起吧。真相中国。Yeah.
的事情呢？哎，你看我们第三组的这两位女将哈，你看颜值高吧，是唱功高吧，没错，人气也很高啊，来掌声感受一下她们人气，感受一下。我们先跟小芳聊一下，小芳刚才唱的是这个狸猫换太子一打二啊，对，实力唱将啊。这个其实来到我们梨园春舞台的选手啊，其实每一个人都特别喜欢戏曲，而且跟戏曲结缘呢都是有不同的故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喜欢上戏曲的。我有两个姑姑是唱戏的，我呢就是从小特别喜欢看我姑姑那个化妆啊包头啊，我就是记得那个小时候放寒假了，跟着我奶奶就是看我姑姑去唱戏了，我眼睛出问题了，眼睛那个红眼病，我奶奶说不行啊咱们回去吧，我说不行，我还得去下个地方跟着我姑姑看戏去。当时就是每次都睡到那个后台，睡到后台，每次都是困得不行了，睡到后台也不愿意走。哦，所以对戏曲是特别特别热爱哈。对对对。你看今天你的这位对手哈，年轻漂亮，同样也很有实力，你觉得今天晚上胜算几何？友谊第一吧。啊，友谊第一啊，姐妹。认识一下你这个小姐妹哈，舞台上认识的姐妹，来，宁丽啊，刚才她说是学生，大二了，学的什么专业的？经济管理学。哦，其实学唱戏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上大学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啊。对。在大学里给同学们表演过吗？表演过，我们学校有晚会，然后就上台表演戏曲。同学们喜欢吗？喜欢，特别喜欢。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还不敢去表演，因为我觉得学生可能不太欢迎戏曲。然后上台之后，我一开腔，学生的那种掌声和那种欢呼声瞬间让我有了自信。结束了之后就有同学找我加 QQ 啊加微信让我教他们唱戏。所以你看哈，戏曲是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大学生朋友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哈。一年多的时间就从大学校园唱到了梨园春的擂台上，而且他选的这段啊，无论是从人物的年龄还是唱腔的难度上，都对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啊。我相信你平常没少下功夫。在学校的时候，就每天比同学早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到我们学校图书馆后面的空地上去练嗓子。然后放假的时候，我爸就带着我，早上五六点起床，就带着我去我们村里面的小河边去练嗓子。爸爸出力当陪练，那妈妈呢？
妈妈出钱买设备啊，妈妈给我买了一套音响，然后就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广场上，就每天晚上从8点唱到10点。你一个人啊？对。哎呦嘿，其实我们村里面的人也很欢迎，也很开心，就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就自己很自觉地搬着自己的小板凳，然后就坐在那儿等着唱，每天到10点都结束了嘛。但是他们都听不够，都再来一段，再来一段。所以我想，这个同学们和街坊邻居们的掌声，一定也给了你不小的鼓舞吧？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动力，也让我重新找到了自我和自信。你看，每一个成才儿女的身后，都有默默付出的父母。今天爸爸妈妈也来现场了吧？对。不单我爸妈来了，我舅妈也来了。来，我们认识一下吧。哦，欢迎几位。有什么心愿要给爸爸妈妈和舅妈说的吗？爸妈都是梨园春的忠实的粉丝，就从小就带着我看那个梨园春，一气不落的看。今天也算是圆梦了吧，第一次来到梨园春的现场，然后就特别想跟他们合唱一段。爸爸妈妈会唱戏吗？不会。舅妈呢？舅妈会唱曲剧。那咱们就来一段豫剧曲剧，再加上爸爸妈妈连说带唱，一块表演点行吗？好，感受一下这个合家欢哈。长辈们您来啦，感谢您陪我把擂打。好孩子不害怕，登上擂台就赢了。又喷下梨又问话，骨头当一个啥啥？当一个飞进的学生王。对，当一个飞进的学生王。哎呀，谢谢谢谢。真的，新时代啊，给我们广大青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我们也衷心的祝福宁丽和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啊，奋力奔跑，努力追梦，加油吧！谢谢。好，我们来听听我们三位评委的点评。说句实话，大学生能够喜欢上戏曲，我们戏曲何愁不兴旺啊，对不对？哎，再一个，宁丽唱了。也不错，声音上好几个字还有点像王建珍老师啊，但是这个有好多这个拖音啊、高音啊，上的不是那么爽快，哎。这个小芳，我听出来是有两个人物的这个声线的表达，但是我觉得不够突出，可能还会再有一些什么技巧方面的处理，会不会是更好一些？嗓音条件还是蛮好的。郭小芳呢，这段戏《狸猫换太子》，我在这儿特别想说一点，就是说好多女孩都选这个唱段来打擂，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个行当嘛，好多女孩把第一段的就是前面那个。行当那部分老是唱成旦角，其实是不对的。这段戏的本身的它的行当是丑角，丑角叫花子在要饭的途中很高兴自己又来了那一段黑头的唱腔，但是我觉得郭小芳今天还蛮好的，就是基本上用她女孩那个嗓子找那个丑行那个声音，基本上找的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一点就是黑头那一部分的嗓音虎音稍微少了一点点，不够炸。如果你再能炸一点，那个声音会更好。郭宁丽呢，相对来说可能你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暗哑了，不是说你演的是50来岁就不需要亮音了，你知道吧？就是在有些的吐字上啊，或者某一个字上，它是需要去进行对整个唱段进行调节的。那么现在你的话就是基本上全是暗音，一到高音的部分稍微有点上不去，在最后的一个拖腔的时候气息有点不够用了，有点拖不住了。谢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讲评，接下来邀请我们现场500位大众评审为我们这一轮的两位选手来打分了。首先为我们的郭小芳打分，各位请打分。郭小芳得到了387分。好，接下来我们为郭宁丽来打分，请打分。
郭宁丽得到了378分。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三位评审来投票，二选一，孟祥礼评委。郭宁丽为郭宁丽加上50分。吴琼评委，郭晓芳加上50分。最后一票，李维迪评委，郭晓芳加上50分。恭喜晓芳啊！祝贺晓芳进入下一轮，恭喜！今天是姐姐赢了哈，但是我觉得对妹妹来说，今天收获也很大。第一次登上梨园春的舞台，还和爸爸妈妈、舅妈一起合唱了一首，继续加油啊！梨园春的舞台向你敞开，向所有大学生朋友们敞开，加油，年轻人！
哎，今天我们整场啊，唯一的一组男选手，还有一个是女扮男装。所以你今天是所有的选手当中唯一的一位男选手。陆子欣，你几岁啊？4岁。张雨林，你几岁啊？4岁。这不对呀、啊！你往跟前站一站，凑一凑。虽然是比你高多少呢？你看看，你是光长心眼了、啊、是吗？张雨林，听说你会唱好多段戏呢，不光是会唱《花木兰》，其他的还会什么呀？好家伙，你唱的都是大英雄啊！而且呢，他不光是会唱戏。嗯。我知道了，现在在幼儿园都已经上中班了。哦。而且呢是多才多艺。你给大家说说看啊，除了唱戏以外，你还会什么？唱歌。唱歌。练功。主持。跳街舞，跳舞。哦，会的真不少。哎呦。刚才有一点刺激到我了。人家4岁就会主持了，会主持了，考验考验这个主持啊，我们都得会讲故事，你会吗？会。贪心的老虎，一只老虎到河边喝水，咦，水里也有一只老虎，老虎瞪着眼说，这河是我的，不准你喝。水里的老虎也瞪着眼睛，老虎的嗓子干得像火。朗诵，你行吗？看咸阴的红领巾，年风飘扬，听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将是祖国的栋梁。问问他啊，人家会那么多才艺，你都会啥呀？吃饭。你我们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小小的未来的祖国的栋梁。嗯，他身上就写着呢，这不这4个字是啥呀？天天向上。哦，天天向上，还有上半句是什么呀？好好学习。哦，好好学习，好好学戏，是不是？嗯、你跟大伙说说，你叫什么名字？陆子欣。你今天给大家唱的这段戏是什么呀？清风亭。清风亭，那你唱的是谁呀？李书建。我问你，李书建演的是谁？老头子。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陆子欣啊，小朋友是我们导演哈、啊、通过梨园春的网络海选报名发现的一位选手。他的那个参赛的视频啊，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由于他这个身体太小了，年龄太小了，爸爸妈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戏服给他，就找了一套完全不怎么搭边的特别大的袍子穿着，就他整个人是包裹在里面的，只露了一头，然后呢嘴巴上还给他贴了几缕胡子，哦，有模有样。那咱们听听评委的点评吧。有请。小朋友已经可爱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哎呀，给我们高兴坏了。每次看到小朋友的表现，哎，都是从心里面这个漾出来的这种快乐啊。两个，一个叫陆子欣，对，很投入，尽管他也不知道唱什么，我估计他也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大人的这个给他的展示，他的表现跟这个模仿他这个手，然后他有时候想用眼睛瞟一瞟他那手有没有在抖，他还看一看，哦，还在抖，他就继续唱，这种感觉特别的真实，特别的可贵，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真的谢谢你们，小花木兰也是啊，知公知令的站在那儿，胸有成竹的，像一个大将军，也非常好。我看完陆子欣的演唱，我就想说一句，苍天呐！苍天呐！我4岁在干嘛？特别开心看他演出。因为这两段，他们两个选择的这两段戏，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段来说，都特别不好唱，对于气息的控制，包括吐字啊什么的，要求都特别高。嗯。但是他们两个基本上都完成了，尤其是这个陆子欣小朋友，就刚才吴琼姐说的哈，不一定知道唱的什么，可能他以为那就是李书建在唱，但是他表现的他的模仿有模有样，基本上该表现的、该模仿的点都模仿到了，所以说我觉得两个小孩都特别棒，特别开心。谢谢谢谢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那接下来要到了打分的环节了，500位大众评审请做好准备。首先要为
张以林小朋友小花木兰来打分，大家做好准备，请打分。好，张以林小朋友，观众给他的分数是331分。好，接下来请五百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我们要为4岁的陆子欣来打分，请打分。获得了405分。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两位的分数比，张以林331分，陆子欣405分。好，这是我们观众的意见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三位评委的意见了，每人依然是50分。好，我们从孟祥礼评委开始，支持的是陆子欣，加上50分。陆子欣现在分数上升到455分，继续领先。陆子欣再加50分，505分。李维迪评委，陆子欣，你知道你得多少分了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如果我要把分投给姐姐，你会不会哭呀？不会。不会。好可爱。那我就把分鼓励姐姐了，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嘞，那我就听陆子欣的，支持姐姐一下。张以林获得50分。哎呀。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两位小朋友的分数。张以林呢是381分，陆子欣505分。祝贺两位小朋友在这个舞台上收获了快乐。那当然，我们还要祝贺陆子欣小朋友晋级。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现场抽奖的时间了，看看今天哪位观众这么幸运，一起来看大屏幕。3、2、1，停！今天晚上第二轮的比赛，在第二轮比赛中。三位选手将依次演唱，我们将根据现场观众的投票，分数最高的一位将会直接晋级。让我们掌声有请在第一轮中胜出的三位成人选手。有请。Bye.
你莫放在心上啊，分数最高的一位将直接晋级我们下一阶段的比赛，请大家做好准备。首先，我们为李若楠来投票，请打分。好，李若楠。观众打分328分。接下来大家做好准备，请为郝丽然打分。郝丽然，观众打分349分。接下来我们为郭晓芳来投票，请打分。好，郭晓芳，观众打分376分。我们看一下三位现场观众打分的排名。目前分数最高的是郭晓芳，其次是郝丽然，紧接着是李若楠。我们掌声恭喜郭晓芳率先晋级。送客。舞台上还有两位选手，还有一个晋级名额。在我们的专家评审投票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观众的点评。好，来到我们现场观众点评的时间，我身旁的这位啊，让我们认识一下，怎么称呼您？我姓李。李东旭，李先生啊，您是从事哪个行业？我目前做人体的细胞修复，简单来讲就是抗衰老。台上今天这两位选手，您更看好哪一位？可能我是一个外貌协会，然后呢，我就对这个郝丽然稍微偏向一点。这是我们李先生带来的意见，谢谢。目前他们两位观众打分的情况。李若楠是328分，郝丽然呢是349分。两位选手中将会有一位胜出，这个权利我们交给现场的三位评委，二选一，孟小丽评委。支持郝丽然。为郝丽然加上50分。好，继续领先。支持郝丽然。再给郝丽然加上50分。449分，李维迪评委支持郝丽然。郝丽然再得50分。好了，最后的分数出来了，李若楠328分，郝丽然499分，祝贺郝丽然，郝丽然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好，也谢谢若楠啊。谢谢若楠。亲爱的朋友们，
下周同一时间